观众，我们这个论坛呢，很多难得的汇报和采访，让我们大家呀，体会到人间各种苦难呢，都有它的根源。同样的种子啊，就会结出来同样的结果。下面我们要采访的这位老师啊，她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女强人啊，她是女强人当中的女强人，女超人。她的学历啊，女硕士啊，是个硕士，而且呢，她有国际注册会计师的资格。这个国际注册会计师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你的公司如果在国际上，在国外上，像纳斯达克要上市的话呢，一定要有国际注册会计师的签字。哎，这个是他的证件啊，这已经哎，对，你看，这就是他啊，女超人，穿上了超人的衣服啊。那么他的那个国际注册会计师，对，这是啊毕业文凭。那么一般人呢，不要说女子啊，男子都很难考得上这样的地位啊。他这个大笔一挥啊，你的公司就可以在纳斯达克上市，所以说国际注册会计师凤毛麟角。你看这样的一个女老师，40多一点，有了这么辉煌的成就，是不是很成功了呢？按照今天的很多人的判断标准，很成功。但是在他自己看起来啊，很失败。不但是失败啊，还很痛苦。什么原因呢？我们下边呢，就开始这个采访。还是我们先要问一下，当年的种子是什么？怎么会结出来一个痛苦的结果呢？灾难的结果呢？我们先来问一下这位老师啊，小的时候受的什么样的教育，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子？大家好，我呢来自四川，我从小啊长在一个就是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家庭。我们家里呢男女的比例是5:1，我的家里面是爸爸一个人，然后呢其他就是外婆、我妈妈，然后我们姐妹三个。在我们家里面呢，通常都是妈妈说了算。由于我妈妈她对这个家庭的那个贡献特别的大，所以啊，在家里面无论是大事小情，一定是我妈妈说了算。在我们家有一个传统，就是我爸爸给我妈妈洗脚、擦脚。就是丈夫给妻子洗脚。对。其实这个也没有什么，这很正常嘛，互敬互爱嘛。但是如果天天让丈夫给你洗脚啊，你不给丈夫洗脚啊，这个就需要讨论了。哎，这个这样的妻子啊，就很霸道了，啊，就很强势了。所以他的妈妈是个女强人呐，这我们听出来了。哎，对，那么对子女的影响就很大。对，我的妈妈对我们的影响特别大。然后她的这个强人，她是表示在对丈夫的这个强势上。然后呢，她就说是在外面遇到的什么不愉快呀、什么的，回到家里面呢，都是对我爸爸，到我爸爸那里去发泄，然后可以当做所有的来宾也好，客人也好，甚至是当着我们孩子从来不避讳我们孩子的面，就可以训斥我的父亲，训斥爸爸，这样子就给我们传达了一个信息。我就从他那儿学会了可以不尊重男的，可以不尊重爸爸。那我觉得我都40多岁了，在我的印象之中，我觉得我没有给我爸爸买过一件礼物，但是我妈妈她
如果过生日，我们会从海外坐飞机回来，专门给他举行盛大的这个生日的庆典。但是我的父亲呢，我们经常就是很忽略他，我们就不觉得爸爸在这个家里面有什么很重要的地位。我们大家听到了，很多人都会提这个问题啊，尤其是最近100多年来，西方的价值观啊泛滥全世界。那么女子就会说呀，哎，凭什么你当丈夫的，你过生日啊，大家就给你啊这么庆祝，隆重庆祝啊？凭什么我做女人的就不能在家里边呢？做妻子的就不能说了算？他讲什么？讲平等。讲平等，这个平等错了。什么意思呢？我们给大家打个比方就好懂了。我们看桃子这么大，哎，桃子这么大，我们吃的那个葡萄这么大，是吧？每一个都这么大，我们吃的枣都这么大，大枣这么大。这个东西长到这个时候，它就是这么大的比例。你非得让那个大枣长得跟葡萄啊，跟那个桃子一样，这个就不正常了。好像是平等，错了。那你要问为什么？女子的天性有四个，头一个是柔顺，第二个是谦卑。所以说女人呢，不能够傲慢。我们听到这个老师讲，她的妈妈在家里边呢，怎么样呢？傲慢，不但傲慢，还很霸道，是吧？那么这样的话呀，给孩子教出来的结果呀，这些女孩子从小，哎，她就发现了，哎，善恶是非美丑的标准呢，是这个样子的，那就完了。我们接着往下听，这个老妈妈称王称霸一辈子了，到了晚年，啊，到了人生的哎，后半部分呢，那个反作用力都来了。对，到了08年的时候，我妈妈呢有一天突然就发现身体不舒服，到医院去里一检查，乳腺癌。乳腺癌。对，然后等我得到信息赶回去的时候，她老人家已经被从手术室里推出来了，左边的胸已经被切除了。啊，已经乳房切除了。切除了。啊，对。然后呢，就是她就在康复，不到一年的时间。大概有就是8-9个月的样子，然后呢又打电话告诉我说腰部剧烈的疼痛。我一听他描述这个症状，然后就上网上一查，然后那个所有的症状就特别像就是乳腺癌转移。他那个乳腺癌转移的第一个标准就是那个特征啊，就是腰部剧烈疼痛。然后赶紧又送到医院去检查，一查还好不是癌症转移，但是呢他是那个腰椎里面那个骨头里面的骨髓啊严重的流失，所以这个时候要做第二个手术，往那个腰椎里面打进去一种化学的物质，叫做骨水泥，把它打进去以后，这样它的那个骨头骨髓才有力量，否则它的腰就会坍塌，然后它人就会瘫痪在床上。这个手术做完以后还不到40天，它的腰又剧烈的疼痛，一查又是另外紧挨着的一节那个腰椎又发现骨髓严重的流失，又去做一次手术。所以在2年之内他做了3次很大的手术，我母亲的这个身心啊可以说是经历了剧烈的重创。我们听到啊，人生病尤其是这种重病啊，今天人是西方价值观。什么叫西方价值观呢？哎，这是偶然的。在我们中华民族5000年的传统里边看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不是偶然的啊。为什么呢？它是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任何灾难你是联系不起来啊，你是不懂得其中原理，你要了解了你就知道，没有无缘无故的幸福，没有无缘无故的灾难。灾难头一个就是疾病。那他的老妈妈没有学过圣贤的教导伦理道德，他不了解嘛，自然规律嘛，哎，老妈妈就很怨恨啊，生了病之后啊，哎，怨天尤人。
是的，我当时去照顾妈妈，我妈妈呢，她躺在病床上，从麻醉中昏醒，苏醒过来，她看着我，眼泪汪汪地问我，她说我这么一个好人，我这一辈子，我孝敬父母，我还把我兄弟姐妹都拉扯大了，我还把你们几姊妹都抚养成人了，我这么一个好人，我怎么会得这样的绝症呢？我看很多人比我还不如，他们做的坏事比我多多了，人家怎么好好的，我怎么就会落到这样一个地步呢？这个老妈妈讲的话呀，很多人今天都在讲，好人没好报啊，是不是这样呢？不是这样的。那为什么呢？你自己认为自己是好人，那个标准，好坏的标准不是你说了算的，哎，你得看自然规律，那叫天道，你得看人跟人的规律，那叫人道。这个在什么呢？在我们古圣先贤的经典里边，在弟子规里边，他的老妈妈因为他的女儿啊，就是这个老师啊，哎，徐杰老师啊，他开始学传统文化，学了弟子规了啊，他老妈妈一对照弟子规啊，明白了。对，我就在上个星期，就是在衡阳分享完以后，回到家以后，我跟我妈妈聊天，我妈妈就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我妈妈叫我小妹，我妈妈说小妹，她说我这一辈子错误太多了，啊，那个我首先就是不尊重你的父亲，不尊重你的爸爸，我们家里你就从你开始，你要给我们大家做一个表率，我们家里的家风要从你那儿开始改变。这是他老妈妈呀，70多岁了，在一个多星期之前跟他讲的话，因为我们刚刚在湖南的衡阳举办完论坛，衡阳论坛之后，这个徐老师回去跟老妈妈交流，老妈妈当初看到《弟子规》的时候啊，一对照，很多自己这一生的做法呀、作为啊，跟《弟子规》上圣人所讲的自然规律啊，都是相反的。你这一相反就麻烦了，为什么呢？你无意当中就破坏了，就挑战了自然规律。你挑战自然规律，自然规律就要惩罚你啊，那叫反作用力啊。你看看，哎，人这一辈子受了很多的冤枉罪啊，这是老妈妈有福气啊，到了晚年，家里有个好女儿学传统文化了，她明白了，哎呀，人生苦难原来是这么来的，她晓得了。那么她的女儿啊，在从小长大，哎，这个徐杰老师，他根深蒂固啊，他当年没有这么好的运气，没有人让他参加论坛呢，哎，他根深蒂固的概念是什么呢？女强人呐，哎，女强人教出来了，谁教的？他妈妈教的，三个女儿，对，三个女儿，哎，三姊妹，哎，这个老师啊是家里最小的，哎，女强人呢，你看看她，开始，哎，要武装自己了，女子啊不能刚强啊，女子要柔顺的，哎，你一刚强完了，那就麻烦就开始了。我们来听一下她一开始，啊，她结婚之后她的情况，啊。大学毕业以后我很快就结婚了，然后嫁到这家人家以后呢，我发现我的公公和婆婆跟我的父母完全不一样，我的婆婆呢对公公非常的柔顺，我呢心里面觉得很奇怪，我说我婆婆也是大学老师，怎么会对我的公公这么言听计从，我心里面非常的还看不上婆婆，然后但是呢这个公公婆婆对我非常的好，当时在您眼里啊，嗯，家里的妻子听丈夫的很奇怪，这是很反常的，对对对对，应该怎么会这么懦弱呢？应该是到那么懦弱呀、啊，就是你为什么不跟他干呢？不跟他打呀？就是啊，对、对，你看看，这是他的价值观。那我们来听听，有这种价值观的妻子啊，哎，他的家庭，他的婚姻怎么样？我们听一下。啊，公公婆婆呢对我非常好，像对亲女儿一样。我记得当时我的那胃不太好，我的婆婆啊非常的细心，很体贴。她每天的头一天晚上呢，她就会多做出来一份米饭，因为我不吃面条，我就要吃米饭。第二天中午，因为大家都上班很忙，回到家里面很着急，然后婆婆呢就让其他的人都吃面条，但是一定会给我一个人盛出来一碗米饭，还会给我炒一个菜，让我就着米饭。饭吃，
那我的那个公公呢，对我也是很关心。我记得当时我们要结婚之前，我公公就说，你去看看那个什么样的家具你喜欢，然后我就去家具店里面把最好看的家具挑出来，我说我就要这个，然后我公公就把那个图纸都画出来，然后带着一帮工人就去做，挥汗如雨干了3个月，把家具全部做好了。老公公婆婆多大年岁啊？当时都60多了。那个时候您20多岁？对，我20出头。这个老师讲话呀，我们大家要听明白，不是他的公公婆婆呀，哎，很喜欢他，这叫伺候他呀。哎，我们听得明白呀，哎，家里人，哎，吃饭专门给儿媳妇啊单做出一份来，天天都这样，哎，天天婆婆伺候媳妇啊，哎，那个公公啊给他打家具，挥汗如雨呀，60多岁老人伺候20多岁的人，颠倒了，人伦颠倒了，长幼有序。头一天我们跟大家汇报过呀，头一个父子有亲，第二个长幼有序呀，哎，在他这儿是颠倒的。你看他的强悍表现出来的是什么呢？表现出来不是拍桌子瞪眼睛，他这个女强人在家里啊是个强悍的儿媳妇。怎么强呢？全家人得伺候我呀。哎，今天的80后90后年轻人不都这样吗？哎，咱们大家往下看，你要是把人伦颠倒了，做公公婆婆的，做爸爸妈妈的糊涂了，你以为是爱他，爱这个儿媳妇，那我们往下看啊，自然规律会惩罚你啊。我当时根本没有觉得是公公婆婆在伺候我，我觉得我福气太好了，我运气太好了，我碰上了这么一个好的家庭，然后我还洋洋自得，我觉得我很配呀，因为我大学生，女大学生当时很少啊，女大学生，然后呢，我那个也很乖巧，很会讨巧，所以呢，我觉得哎，那个时候觉得是下嫁给他们家，对，我觉得我那个仙女下凡啊，嫁给你们家，你们就烧了高香了，就是这么一种感觉。就是这个家里的公公婆婆是伺候您的，应该的，对，天经地义。对，您在家里干活吗？我不干活，我不记得我洗过一个碗，也不记得给我的公公婆婆那个倒过水啊，沏过茶什么的，没做过。从小没这个概念，没这个概念，在家里我就没有伺候过父母，因为我是最小的。对啊，所有的人都把事都干完，到我这儿没事儿，没活可干了。而且丈夫也应该伺候她，对，她从小就是这个价值观嘛，她妈妈给她教出来的呀。对，这样持续多长时间？3年。嫁到这个夫家3年以后，啊，有一天我的好日子我发现就结束了，反作用力呀来了，报应开始了。对，突然有一天我就发现我的丈夫爱上了别人。这个时候呢，我就跟他说，我们两个是大学的同学，我说我们两个很有感情的，我还是很希望保留这个婚姻。但是出乎我的意料的是，我这个先生很坚决地选择了离婚。我很不能理解，哎，我没有做错事情，都你做错了事情，都你背叛了感情，提出来离婚的应该是我，怎么变成是你了呢？但是我没有办法，当时的情况下，我感觉虽然家里面人很同情我，但是我觉得我根本就没有办法挽回这个婚姻。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了我这个婚姻失败，我也不知道从哪儿去努力去挽回我这先生的心，所以我就带着怨恨离开了这个家庭。哦，那也就是离婚了。对，离婚了，我就恨了10几年，一直到学习传统文化之后，这个老师才明白，他才不怨恨了，他才知道啊，灾难的根源呢，那个种子啊，是他自己种的。那为什么呢？头一个，我们第一天向大家汇报讲过了，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啊。年纪轻轻的，儿子也好，女儿也好，结了婚之后啊，是女婿也好，是这个儿媳妇也好，你怎么能够让老人来伺候你呢？哎，你这么做了的话，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啊，那是真理呀。哎，你挑战真理，你能没有灾难吗？头一个，大家不懂得怎么做人了，人有人道，那个道是规律呀。哎，第二个，她作为一个女子，
女子四门功课，头一个妇德，第二个妇言，第三个妇容，第四个妇功啊。相夫教子，什么叫天职啊？天生的，哎，老天赋予你的就是你自然界本来你就应该完成的那个职责，叫天职啊。哎，现在反过来了，哎，你不管了，你自己觉得你有学问了，这大学毕业才女啊。所以说我们第一天跟大家讲了，女子无才便是德呀，有才可以，但是你不能够把它表现出来，这个表现得太过分了。所以你看看啊，没多久她的婚姻破裂了，被丈夫抛弃了，被丈夫抛弃，婚姻破裂是一个结果，大家都怨恨这个结果错了。为什么呢？你要找她的种子啊，为什么你出现这么一个悲惨的结果呀？这我们才知道啊，女人不会做了吗？然后是妻子不会做，儿媳妇不会做，这个我们听明白才知道啊，自作自受啊。人家娶个媳妇儿，哎，不是娶个少奶奶呀，还不是娶个姑奶奶进家了呀，谁都是要娶个媳妇儿啊。哎，当初没这个概念，没人教，那好了，这是第一个报应，第一个反作用力啊。这位老师啊，他很痛苦，那然后怎么办啊？然后就离婚了呗。但是这离婚的这十几年呢，我真的是一直生活在仇恨之中。妈妈怎么说？就您的妈妈怎么看？我的妈妈，不瞒大家说，我的妈妈和爸爸当时是想着要找一帮人去把我这个先生给打残了啊，恨死他了，恨死他了。哎，我女儿这么好，你们干嘛不要她了？对，爱别人去。对，哎，你看好坏的标准都自己定的呀。你闺女，你的闺女到人家当儿媳妇，天天一家人伺候她，好吗？不懂啦，父母都不懂，要不要怪父母？不要怪。为什么呢？他的爸爸妈妈也没人教啊，一百多年了，传统文化断掉这么长时间了，哎，全家人怨恨人家。对，全家人怨恨，我的父母可以说到现在都还没有原谅他啊。那我自己呢，是学了传统文化以后，我是真的不仅不恨了，我反而感恩这一家人。为什么呢？我想他们的儿子做错了事情，弟子规上说德有伤，贻亲忧，那他这个儿子人家养到二十多岁，娶了我这个媳妇，把儿子交到我的手上，对，是要让我去祝福成德的。对，祝福成德呀。对，我要让他成为一个有德性的人，我没有让他去成为有德性人，我让他去挣钱，去那个去把那个贪婪的欲望啊去放大了，更高更快更强。对，让他去做这些事情去了。所以我的丈夫，我的先生，他有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对我的这个婚姻巨大的一个破坏，我觉得我自己要负全责。这个是学了传统文化的反省，当初没有啊。哎，这个老师啊，你说一个年纪轻轻二十多岁的女子被丈夫抛弃了啊，孤苦伶仃啊，她下边怎么生活啊？当时真的是很痛苦，我真的觉得我就像那个断线的风筝一样在天上的飘，没有归宿。那很快呢，我遇到了我的第二位先生，就是我现在的丈夫。他呢是一位海归，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博士。那我呢就有机会跟着他呢，就是到世界各地去这个访问，因为他当时做国际的合作项目。那我在跟他的这个访问的过程当中，就接触到了就是全世界各地的那些所谓的精英人士。哎呀，我一下就觉得自己很自卑啊，我觉得我跟这些人的差距太大了。这个套用一句时髦的话来说，就是这个落差太大，跟国际啊不能接轨。我们听到这个妻子讲的话啊，他没有从根本上，就是怎么做男人，怎么做女人，怎么做丈夫，怎么做妻子的根本上，人道上进行反省。因为没人教他，他不懂啊。他的这个反省啊，今天跟很多人一样啊。哎，我这个不如丈夫，那个不如丈夫，我怎么办呢？我要跟他争，我要跟他比，我要跟他平起平坐啊。你是从海外回来的，哎，我也不比你差。你是博士，我怎么着也得是个硕士。你看看，女强人她就比这个呀。老母鸡跟公鸡比什么呀？
啊，比啊，你打鸣那么响亮，不行，我也得练。你看他天天老母鸡不生蛋了，天天扯着嗓子也在那儿去打鸣去了。你就不是个老母鸡，你丧失了老母鸡的本分了。哎，男女有别呀，这是天道啊，这不是谁发明创造的。这个妻子马上就要开始打鸣去了啊，练习啊。哎，我们来听一下啊。对，我当时觉得我的第一次婚姻失败就是因为和我丈夫这个话语权不平等，那这一次婚姻我一定要吸取这个教训。我的先生不是海归博士吗？那我想我也要跟他平起平坐，那我就想我得赶紧的把这个差距给他补上了。然后我就选择去读书啊，读书是最好的一个捷径，提高自己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途径。那我就想这个国内的文凭不行，我得一步到位弄一个国外的文凭，那我就要读国外的硕士研究生。读这个硕士研究生我想不行啊，我还是硕士啊，我这个比他在博士还是差一点，那我考一个国际注册会计师。那这个那个职业证书拿到以后，那一点都不比博士差，一点都不比丈夫差。对，就这个意思。对对对，女强人的思维方式你看到了吧？对，就是这样。男女平等啊，这个平等不对呀。哎，那你说那个老母鸡非得跟公鸡比啊？你打多的，你那个声音多嘹亮，我的多的，你不要这么平等啊。那你的任务是生蛋呐、啊，他的任务是打鸣啊，各忙各的。哎，现在改成这个了，你挣100万，我也挣100万，这个家就没人管了。家里没个女人呢，阴差阳错，哎，阴就阳位，家里俩男人，你说这日子怎么过呀？哎，我们来听听，你说这家里边俩男人，啊。对，然后我在读书的过程当中就突然又发现这个怀孕了，确实就有蛋了啊，这个老母鸡要生蛋了，老母鸡要生蛋了。哎，我们大家来听听这个老母鸡是怎么孵蛋的。他不会孵蛋了，他光想着光练的都是打鸣的事儿啊。我们来听一听啊，有没有这样养孩子的妈妈。对，我也不知道这个怀孕是个多重要的事情。当时啊，我心里面就觉得，哎呀，怀孕不就10个月的事情吗？完了以后我就还有大把的前途，我可不能错过了这个，大好的黄金的发展期。那我就想，赶紧继续读我的书吧。因为我这个机不可失。奋斗。所有的人都劝我说，你不要再读书了，你赶紧停下来吧，孩子，你就老老实实把孩子生完再说。那不行，我这个我能着呢，生个孩子算什么？那我就继续读书。当时学习压力非常的大，那个书啊都是这么厚的，然后这么大这么厚的英文书。那我就孩子大了，我坐不住啊，怎么办呢？我就站着看书，我就把那个书落在桌子上面这么高，然后把要看的书放在上面，站着看啊，挑灯夜战。挑灯夜战。这个因为已经是孕妇了。对，那么大的肚子怎么办呢？就顶在桌子这里吗？坐不住了，很难过，就站起来看，就把那个书落得高一点嘛，站着看，那不就舒服一点。我们大家听到啊，那个时候她不是一个孕妇啊，她是一个斗士啊。哎，你看看这个精神啊，中国古人最讲胎教，讲什么呢？那是周朝，到现在呀、啊，已经3-4千年的历史了。那么中国的古人告诉我们，女子在怀孕的时候，你要当妈妈了，啊，怎么胎教呢？眼不是恶色，啊，别人你看吵架骂人打架的，哎，不好的眼睛不看，耳不听淫声。那个骂人了，说不好的话了，难听的话了，迪斯科音乐乱七八糟这些东西他通通不听，口不出恶言，说出去的话呀伤人的话他不说。这个妈妈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保护胎儿，这胎教啊。啊，为什么呢？我们第一天跟大家讲了，你说的话做的事情心里的想法通通都是能量啊，你发出去都是波动啊，都被这个儿子女儿啊娘胎里的孩子呀接收到了。
这些能量和波动如果是违背伦理道德的，就违背自然规律的，那是极恶的能量啊。那孩子他都感受到了，所以我们印象很深，看那个报纸，农村那个很多的女子她不会当妈妈，没学过这个呀，哎，怀孕的时候打麻将啊，稀里哗啦天天打，她不想当妈妈呀，不是天天照顾孩子，她自己在那儿哎自私自利玩的痛快呀。孩子没出生没多久啊，一两岁，你看那个孩子还不会说话，他喜欢打麻将，哎，这为什么呢？他隔着妈妈肚皮都听到了天天麻将的声音呐，哎，胎教啊教的呀，这孩子还没出生啊，已经在教育他了。我们听到这个妈妈也在教育自己的孩子，哎，教育什么呢？更高更快更强。对啊，对，他不想当妈妈，是啊，他想当个女超人。对，哎，你看他个不安守自己的本分呐、啊、他不好好在那孵蛋呐、啊、那我们就听了啊。当时您是什么感受？当时我非常的难受、但是呢我就也没有没多少耐烦心，就是哎呀你赶紧那个别动了，就这种，也不会就说停下来安慰一下孩子，实在是太难受了，以后呢才稍微休息一下。自己的事情最重要。对，自己的事情最重要。自私自利啊。对，而且我呢很感动。感动什么呢？哎呀，我想我这么一个好吃懒做的人，我也能变得这么勤奋，这么勇于拼搏。哎呀，我觉得我太为我这种精神所感动了。好，这女强人呢，自己把自己感动了。感动了，对。啊嗯、那么孩子呀、啊，没多久生出来。对。哎，她做了妈妈，我们来听一听。她在家里不会做女儿，结了婚不会做儿媳妇，不会做太太。那么他会做妈妈吗？我们来问一下啊，人的本分呢，这是人都不会做了，我们来听一听。哎，那考试成绩通过了吗？啊，都通过了，都拿到了文凭，都拿到了、然后毕业了又赶紧去工作去了，继续去扑腾去了。那个国际注册会计师也拿到了。对，考下来了。虽然是考下来了，但是呢他那个需要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那么当时啊您的想法就是可以跟国际接轨了。对，可以跟丈夫平起平坐了。对，是。好、那么儿子怎么办呢？儿子赶紧送到幼儿园呢，他的一岁多我就把他送到幼儿园去了。一岁多就送过去了？对对对，一岁八个月吧就把他送到幼儿园了。我得赶紧去工作呀。啊、赶紧去，更高更快更强。是的，这么那么好的机会，赶上这个就是我学的是金融嘛，就这金融行业这么好的大的发展机会，那错过了这个就没有这个店了。我们大家听一听，今天的女子啊很多都是这个价值观的、她不能安守本分，看到别人相夫教子笑话人家，看到人家妻子啊哎能够操持家务他笑话人家，哎有钱呢、咱们出去吃啊，干嘛刷碗呢，咱们找个阿姨一个月给他3000-5000没事啊，让他替咱们干。你不知道你已经丧失了妇道啊，妇女的那个规律呀、做女人的本分你丧失了，你能没有灾难吗？很快呀、反作用力就来了。你以为你成功，好，咱们看看是成功还是灾难。没多久他的儿子那边呢几岁啊？两岁是吧？对、就两岁就来了消息了。对啊、很快我这个生活啊就被一个电话所改变了。一天放学的时候老师打电话给我，就说那个家长啊，你把您这个孩子带到医院去检查一下，你这个孩子在学校里面又不合群，所有的小朋友都在集体活动嘛，你的孩子在旁边乱跑，我们就三个老师，全班几十个孩子，我们还要分一个老师出去专门看着你的孩子，怕孩子小吗，怕他出事情，你去检查一下他到底什么问题。我呢就把孩子带到医院里面去一检查，这个大夫告诉我您的孩子得了自闭症。我当时太震惊了，自闭症我知道一点点，这个是精神残疾，而且是终身的，它不能治愈的。
我觉得太奇怪了，我们家里面人都很正常啊，父母啊，双方的家人没有人有谁有精神方面的疾病啊，我的孩子，我们两个学历都那么高，我的孩子怎么会得精神的疾病呢？精神上的这个精神方面的疾病啊，就刚才所说的这个自闭症啊，很像是一个智商发育不起来的这么一个情况。哎，这父母两个人智商最高，你看出来这么一个孩子，那么有没有到其他地方再去复查？对，我当时呢就是又带孩子到国外去了澳大利亚，请了当地最权威的专家给这个孩子进行了诊断观察和诊断，人家得出来的结论和国内的专家得出的结论是完全一样的，而且人家告诉我，专家告诉我说，您这个孩子最佳的康复期就是3到6岁。已经确诊了，已经确诊了啊，自闭症患者，自闭症啊，很严重，而且很严重。当时查出来这个孩子啊有这个毛病啊，是在2岁多的时候。2岁多，对啊。好，我们现在啊替观众来问一些问题。首先呢，自闭症的患者在全世界人数很多，对，有2100多万。2100多万，对，这样的家庭，就这样的家庭里都有这么一个患者，对啊，在国内应该有几百万，最保守的估计也有180万，啊，将近200万呢，对，自闭症患者，对。那么第二个问题啊，自闭症患者靠什么药物，靠什么治疗方法能够康复？他就是没有药能够治这个病。全世界的科学家和这个医生都在研究这个病到底是哪里来的，不知道这个病的成因，所以所有的专家都给不出药，给不出治疗方案。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用特殊的训练方法，用老师这种方法，用一些很特殊的训练方法来帮助这个孩子在他的程度上提高，要想完全恢复成正常人是不可能的。我们再问一下，在全世界的范围内，自闭症患者有没有康复的先例，就治好了的？因为没有药啊。没有，我到现在还没有发现一例完全就是说自闭症然后康复到像正常人。他只是说他的一些很奇异的行为，很怪异的行为，在他的原有的基础上有所提升，就是改变，彻底恢复。没有，现在全世界一例都没有。不但这样，药物都没有，你说怎么办？这个是人类，你看我们不是相信科学吗？啊，那你来试试啊。2000多万这样的家庭啊，哎，治不好也没有先例。我们再来问一下，这个自闭症患者呀，他都有什么样的病症症状？他们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离群所居，社会性交往的能力非常的差，就是说什么呢？他只关心自己的世界，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他对周围的发生的事、周围的人一概不感兴趣。哪怕是你整天照顾他的父母，你的喜怒哀乐他也是不关心的，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就是他语言交流的障碍。大家知道，语言是我们人类最基础的、最有效的交流和沟通的工具。但是很多自闭症的人，他可能终身的没有语言，终身不能说话。终身不能说话。侥幸有一些孩子可以说话的，也是鹦鹉学舌，是重复刻板的他熟悉的一个套路的语言。他跟你提一个问题，这个花为什么是白的？他可能会问一辈子，这个花为什么是白的？这一个问题问一辈子。有可能是这样。有可能呢，下次变成了这个钟为什么是方的？他的那个思路啊，总是就是局限在一个模式里面，很难突破。这是他们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他有一些刻板的行为，就是他的那些动作举止，他的肢体的那个语言，在我们正常人群当中，你一看你就觉得很怪异，很反常，很反常，一看就是不正常。这个人肯定脑子有毛病，他肢体是正常的，但他的残疾，他的问题在脑子。
脑子里。那么如果说没有药物治疗，又一直要这样病下去的话，他们长大了老了，比如说你们夫妇两个人，对啊，独生子啊，对，那你们如果将来有一天百年之后，那这孩子谁来照顾，谁来养？这个是我们所有的自闭症家长最纠结的问题，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我跟所有的家长一直大家的想法就是一样的，我们赶紧去挣钱，多挣一点钱留给孩子，将来呢看有没有一个合适的养护机构能够把这个孩子托付给这个养护的机构。但是很抱歉的是，现在我们国内现在还没有一家成熟的这样的可以托付我们的孩子的这个养护机构。可以说啊，我们最担心的就是我们百年以后，我们走了以后，我们的孩子，你就是给了他1000万一个亿，他能用会用这个钱吗？他能够有尊严的自尊的活在这个世界上吗？这是令我们最担心的问题。我们大家听到啊，他们这么一个家庭人人都羡慕啊，哎，丈夫海外留学归来博士，妻子啊硕士，哎，高智商，跟国际接轨，常常周游海外。你看看这么大的灾难来了，反作用力出现了，报应来了啊！我们下边接着来做这个采访。他啊，你看这个妻子，这个妈妈，她是硕士，她是国际注册会计师，你不是成功吗？现在让你降到了最低点。什么叫最低点？就是你回归你自己的本分了，本位了。你首先是个女人呢，你会做吗？妈妈你会做吗？妻子会做吗？她不会了啊。那这个时候我们来问一个问题啊，面对孩子的疾病啊，您的国际注册会计师啊，硕士啊，英文啊，所有这些管用吗？用得上吗？一点都用不上。这个时候不仅用不上，而且呢，我从国外回来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工作给辞了。辞职了？辞职了。对，很好的工作我也不做了，因为我想孩子我亏欠他太多了，这个孩子可能只有我这个时候出手，因为他当时还3岁多嘛，我如果我不出手再救这个孩子的话，我依靠老师的话，我八成是指望不上，因为当时看他那个情况很糟糕，根本就不可能上小学，马上就面临着6岁该上小学的问题，那没2年了就要上小学，所以我就赶紧把工作给辞了。我的所有的这个时候我的那些文凭，我奋斗了那么半天弄来的一些东西，全部都化为泡影了。我们大家再来看一下这个国际注册会计师啊，当年啊他的这个啊论文的这个照片，就这一张纸啊，这个老师啊，你看这个妻子啊，他为了啊这一纸文凭啊，他奋斗的结果现在怎么样呢？这一纸文凭现在怎么样呢？现在成了废纸啊。哎，对你的人生有什么用啊？人你都没做好啊，人你都不做了，你去做国际注册会计师啊，那是错误，那是假的。就像我们眼前讲的这个呀，我们跟大家汇报过呀，哎，就像这个花一样啊，啊，这个东西假的啊，假繁荣啊，你看我们家多好啊，哎哎，看上去人前显贵，假的。为什么没有根呢？根是什么？根是人性啊，根是人道啊。3天就枯萎了，你看国际注册会计师完了啊，这回回到家里老老实实来做妈妈，哎，做妻子，那怎么样呢？我们来问一下，不会做。对，太辛苦了，带这个孩子啊。我们的孩子呢，他就是先天缺失，缺失就是很多我们本能的东西，我们生来就会的东西，恰恰自闭症的孩子都不会，都要学，都要教。我记得当时就是又为了教他学那个做游戏躲猫猫，什么人都会，连几个月的孩子都会，可是我的儿子他就是不会。全家人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我们
好几个大人跟着他躲猫猫，全部累得半死，他没学会躲猫猫。然后呢就要教他那个吃饭，用那个勺子吃饭，从他自己会吃饭开始，他这个勺子啊就这么拿的，他就这么拿的，这个勺子就他好像不知道这个胳膊可以动，他这个他总是这样翘着那个勺子去吃，所以饭全都掉到碗里去了，或者掉到袖子里面。每次都这样吗？每次都这样。一个动作你们要教他多久啊？哦，我们都是以年为单位的，这个动作从他会吃饭开始到现在到今天就到昨天为止，我看他这动作也还没学会。我们大家听到了吧？哎，你不想当妈妈，你不好好当妈妈，自然规律老天就报应你啊，而让你好好来做妈妈。你看这个孩子给他来了个报应，这个孩子我们看到了，他的动作慢，语言慢啊，他的妈妈是什么呢？当年呢怎么对孩子呀？违反人道啊，给孩子什么胎教啊？更高更快更强啊，教给这个。那个孩子出生之后，他的儿子给他什么报应呢？更慢，是吧？哎，更低，更低，更弱，更弱。你看看，是报应啊，啊，那做妈妈的得多痛苦啊，啊。对，我太痛苦了，那个孩子实在是慢得不行，学一个任何一个东西都是以年为单位的，我当时就这，我经常都有这种感慨，如果把我花在我这个孩子身上的精力给我十个孩子，我肯定把这十个孩子都教得相当的优秀，拿我们现在的标准琴棋书画我肯定全给教会了。我这儿子我也教琴棋书画，人家学一年，人家学一个月，赶上他学几年，所以我觉得我这么多年，我实在是我的付出和我的获得实在是太不成比例了，就在这个很痛苦，我真的是用尽了所有世界上先进的干预这个自闭症的办法，什么先进办法我都去学了，国外的国内的只要是有的我都去学，我拎着包全国的跑到国外去学，在国内学，学了回来我就在我儿子身上实践了，但是我得到的这个收效有一点点，但是太微弱了，几乎没有什么效果啊！全世界最好的方法这个妈妈都用过了，她现在成了治疗自闭症儿童的专家，管不管用？不管用啊！就在他们家这么痛苦的时候，哎，有福气啊，很幸运，有人送给他们这个论坛的光盘，传统文化的光盘，这个妈妈一接触，哎，她非常的啊，真的是非常有灵性，一看到这个妈妈就接受，她这一接受啊，她这一改变呢，你看看这个家里就开始啊发生变化。哎，我们先来听一下啊，是从哪里开始改变的呢？是从她自己。妈妈发现呢，所有这些灾难根源是自己错了，她错了，所以她要从自己改起。对，就在我真的是感觉到走投无路的时候，就孩子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表面上有一些改变，但是核心问题始终就是触不动。这个在这个走投无路的时候，我接触到了传统文化，其实就是学到了《弟子规》。我读到《弟子规》以后，我当时还看不太懂，我看完解释以后，哎呀，我又发现有一句话太触动我了，就是不力行，但学文，长浮华，成何人。我就是那个学了一身本领，学了一些才艺的人，但是呢就是长了一身浮华，一点用处都没有，还增长了一身的习气和毛病。那我就一回过头一看我这个儿子，我一直是很抱怨的，我很纠结，我怎么弄了这么一个孩子，我这一生我的前途我的辉煌的未来都毁在这个孩子身上，我一直就是很不平衡心里。那我学完这个弟子规，我再回过头去一看，哎呀，这个孩子不是别人，他是个老师，他所表现出来的问题全部都是来向我提问的，你为什么要那么高那么快那么强，所以我就表现给你更低更慢更弱，你那个更高更快更强是不对的，你是违反自然规律的，你要慢下来，你要合乎自然的规律才行，所以我的孩子他就要慢。这个妈妈呀很有智慧呀，她发现儿子就是自己的一面镜子呀，哎呀，她错了，她自己错了呀，怎么办呢？赶紧改，
怎么改法呢？你看古人教给咱们一个好办法，叫什么呢？母子连心，父子同姓啊。什么意思呢？大家想一想，我们人是从哪里来的？这个小孩子从哪里来的？妈妈身上的一块肉啊，他一开始爸爸的精，妈妈的血，父精母血啊，结合成这么一个细胞啊。这个细胞里边有爸爸有妈妈，那么吸收妈妈肚子里的营养啊，在子宫里边越长越大，越长越大，那么长到最后啊，他成了个孩子的时候啊，这个孩子所有的血肉，我们讲叫骨血呀，那跟妈妈是一回事啊，他跟妈妈是一体的呀，他就是跟妈妈是一个呀。出生了之后就好像一个生命体分成了两个，实际上它是一个呀，所以母子连心，父子同姓讲得通啊。孩子跟爸爸妈妈就是一个呀，它是连着的呀，你不管你长多大，你走到哪里，它是一个呀，一个生命体，那你身上的血肉跟妈妈爸爸是一样的。你那个血肉怎么来的？不就是妈妈爸爸的吗？我们这个听明白了，古人教给我们这个道理，告诉我们什么呢？妈妈改好了，孩子一定改好，孩子改好了，父母一定改好，这是最好的办法呀。这个老师明白这个道理，他不再天天恨这个孩子，天天改这个孩子了，他改自己了。你看他明白了，他觉悟了，他这一改变呢，他变得恢复正常了，不是更高更快更强了，他恢复自己的本位了，做一个柔顺的贤良的正常的女子了，他们家的孩子就有变化。对我把对孩子的所有的希望那种焦急放下了以后，那孩子呢，他也做出了一些反应。首先第一个，我们孩子他有刻板动作，就是他喜欢玩手，从小就玩手。我呢想过很多的办法，我教他弹钢琴、吹葫芦丝、打那个乒乓球、游泳，所有的我能想到的办法能够转移他这个动作的这个注意力的我都用了。他怎么样？就是拿着这个手，他就是玩他这个手，津津有味的，就是每一天都做这个动作。对对对，自言自语的特别高兴啊。这个动作就从他会走路开始就有，一直到现在，一直到他8岁多。那我就一直想改变他这个动作，就改不了。就在我参加完这个传统文化论坛，是抚顺论坛以后，我印象特别深。回去有一天，我跟我老公在那儿聊天，我们突然就发现，他怎么好久都不做这个动作了这个动作消失了。这个动作消失了。妈妈一改变，儿子有变化。对，实际上就是我呀，其实把那个焦虑的心呢，传达给了孩子。孩子呢，他其实是明白的，但是他表达不出来，所以他就用一种很极端的一种行为，肢体的一种语言来表达他的焦虑心。那么实际上完全就是我的焦虑的一个影射嘛，一个镜子嘛、就是这样。那么您学了传统话，您不焦虑了？我不焦虑了。对，那孩子的变化，孩子他就不焦虑了嘛，他这个动作就没有了。真的消失了。对，你看这是一开始有的变化。然后这个妈妈看到了希望了，就像是一扇门打开了，一道门缝看到光亮了。从来没有过呀，你说努力这么多年没变化，他一改孩子有变化，他怎么办呢？他继续改，继续恢复正常，恢复女子的柔顺、谦卑、安静、忘父忘家，他就开始改。这孩子又有变化。对，我呢不是一直就跟我老公这个要争高低嘛，我心里面对我的先生是根本就不尊重的，我觉得他为这个家庭付出的辛苦都是应该的，所以我对我的先生也是经常大呼小叫的。我先生很害怕我，他说一回到家看见你的脸拉得老长，就知道你肯定又有什么不舒心的事情，都要来讨好我。在家里就这样的，我学完传统文化以后，我真的就开始改变了，我觉得我不会做妻子啊，我就开始给我的先生鞠躬，我又开始学着谦卑，学着柔顺。那我这腰一弯下去，孩子在旁边就看见了，我也给他树立了一个榜样。有一天我正在厨房里做饭，我老公开门进来了，儿子从屋里面跑出来，马上把那个拖鞋放到他父亲跟前，跟他爸爸说，
爸你辛苦了，你换拖鞋吧，还给父亲深深地鞠了一躬。这个可不是我教的。大家听到了吧，这个不是妈妈教的，而且在自闭症的患者里不可能做这种事情啊，那怎么可能呢？你看这一个一个的变化，原理是什么呀？母子连心，父子同性啊！你不要天天骂孩子呀，哎，他就是你，你就是他呀，你自己怎么样啊？改自己呀，哎，妈妈越来越恢复正常，越来越恢复啊，女子的天性，那个孩子还知道心疼她了。对，啊，就在一次论坛的时候，我就生病了，感冒了，然后发着高烧，39度，晚上躺在床上快睡觉的时候，儿子呢就站在床前。就用很温柔很温柔的声音，他就跟我说，妈妈你好好的睡一觉，明天早上起来你就好了。啊，他说完这个话以后呢，我看见他的那个眼泪啊吧嗒吧嗒的就流下来了。我说你怎么了孩子，你为什么哭呢？他说，妈妈我看见你生病啊，我心里很难过。那我等孩子这一等他这一句话能够关心人的话，我真的等了有7年多。从他会走路会说话开始，我就一直盼望着他能够走出这个自闭，就是整天沉浸在自己的喜怒哀乐这个状态里面。他对周围的事情，所有的事情都不关心。没有啊，没有正常人的感情。对，他跟人呢很难交流，他没有感情吗？哎，你看能说出来这些话，做出来这些事情，他根本就不会关心父母。我就在08年的时候，一次也是我生病躺在床上发烧，他把我叫起来说，我肚子好饿，你赶紧起来给我做饭。我当时心里面很凉啊，但是这一刻孩子能够关心我，而且流下了眼泪，那一刻我真的是很感动。我知道这个孩子这个自闭的这个心理有救了，这个门为我打开了一点了。哎，被妈妈打开了。对，打开了。我相信他现在可以关心我，他有一天他肯定可以关心别人了。对，就在最近呢，你看这个妈妈天天学呀，天天恢复自己的这个人性啊，本性啊，女子的天性啊，她天天恢复啊，她就发现她孩子越来越好，越来越好，真有变化。就在最近，你看她的孩子又有变化。对，就是星期3的晚上，她的班主任老师啊，现在孩子已经上小学2年级了。就是这两天。对啊，这两天。对，就这两天。然后这个班主任老师就跟我打电话，老师说我太忙了，我都没有时间跟你这个交流，但是呢我得告诉你，你的孩子跟上学期比起来，我就觉得简直就是换了一个人。那他说，老师说，他说不仅我还以为我一个人是这种感觉，那我问了所有的科任老师，他们有8门功课，有7个科任老师都来跟这个班主任老师说，您的孩子啊整个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这个班主任老师说，看得出来您这个家庭教育非常的成功。那我跟老师说，我说是老师的功劳。老师就说他不知道我在做这个传统文化的工作，他就给我说了一句话，您坚持吧。哎，那个孩子在学校里变化很大。对，这个是啊，已经上学有几年了，他们学校的班主任老师跟家长讲的话，说你的孩子变化太大了，跟换了一个人一样。哎，采访到这里啊，我们就要接近尾声了。我们各位观众看到了灾难是怎么发生的，我们也看到了灾难是怎么化解的，这我们都了解了。人世间的真理只有一个呀，这个真理是什么呢？人要想得到幸福，怎么样呢？一定要走人道啊，按照你的天性来生活呀。我们通过采访啊，这个徐杰老师，我们有一个体会，什么体会呢？天下所有的灾难最重要的根源就是违背了人性啊。啊，在采访的最后，我们请这个妈妈给天下所有的家庭们啊，父母们，尤其是残疾儿童的孩子的家庭啊，说几句忠告。各位老师，那从我自己的经历啊，我自己感觉到，我不是说反对大家学才艺，
而是我们这个学才艺啊，一定要建立在德厚的基础之上。他说的这个才艺是什么呢？弹钢琴呢、啊、跳个芭蕾舞啊，给他上个书法班啊，这叫才艺。是、啊、就是长、嗯、哎，这有才华的意思。对、啊、包括一些专业的知识，比如说像我学什么专业的会计啊，考会计师，我不是反对大家去做这个，但是一定要建立在德厚的基础之上。我老想啊，我们这个才艺学得越多，就越像是一棵大树，您把这个大树总在悬崖边上，你摔下去的概率就太大了。我们把这个大树总在牢牢地扎在这个大地上，扎得越深，我们这个树是不是开的花对越茂盛呢？这个妈妈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没有根呢、啊，你上边这个才艺啊越多越大，这个树越容易倒，它没有根吗？根是什么呢？根是弟子规，先学做人呐、啊，你要恢复人性啊，保持人性啊，啊，那是根深叶茂，这是头一个忠告。嗯，也就是这个忠告了。对，我觉得这个忠告太重要了，对我来说。先做好女人呐、啊。对、嗯。啊，什么国际注册会计师啊，女超人了，女博士了，通通不重要。为什么？她很快就倒了。什么原因呢？没有根，上边呢太重了，她就倒掉了、嗯。啊，那么采访的最后，我们告诉各位，这位老师上台汇报，在上几场，哎。在浙江啊，在浙江有一场，有一个观众，女观众听了他的汇报啊，跑到后边贵宾室啊，跪在地上，是吧？对，我们几个老师想把他拉起来都拉不起，嚎啕大哭啊。嗯，什么原因呢？那个女观众今年得有多大年岁？可能比我大一点啊，不到50岁。对，家产呢3亿呀、啊，女企业家呀，那她为什么跪在地上嚎啕大哭呢？跟这个老师一样啊，哎，所谓成功，你看我真有钱呢、啊，我是什么什么委员，什么主席，你再成功，你的孩子怎么办呢？他的孩子什么情况啊？他的孩子在上大学的时候，突然有一天就变成了精神病。精神病。对，就是他说不管吃药还是不吃药，这个一点效果都没有。他说他就告诉我啊，他就说他前20年他非常的顺利，他和他的先生一起打拼，把那个家族企业做得很红火。就是他前20年就是女强人。对，那么后8年他的孩子得了这个精神病，他的孩子是他的家族企业的继承人呐、啊，就变成了神经病，那个这个家业交给谁呀、啊？所以他说他是后8年整个就是生活在地狱里面，终日以泪洗面。他就告诉我说他全部做错了，他说我就去忙去了，他说一个忙字，他说就是我的心呐、啊、死了，所以我的孩子也就没救了。我们看汉字说你这个人很忙啊，太忙了啊，忙是怎么写的那个字啊？一个竖心就是你的心的，那边是个死亡的亡啊。哎，所以下次别人问你，你不要说太忙了，你说我的心呢死了很长时间了，哎，就这个意思，忙就是这个意思。那个女企业家听了她的汇报，跪在贵宾室里边，冲着我们这个徐杰老师嚎啕大哭啊！为什么呢？她有2亿、3亿不管用啊！哎，你家里不幸福，就跟我们讲的那个钱就是一张废纸啊，你要的是这张废纸吗？你要的是幸福啊。你儿子精神病了你怎么办？哎，老来丧子啊，多可怕呀。那么看到这个老师的汇报，他感到有希望了，他明白自己错在哪了。我们盼望啊，这个徐杰老师有一天啊，他领着他的孩子，他的儿子啊，尽早的康复啊，用这种传统文化的方法，哎，能够治。所以他们讲啊，哎，你看说自闭症没有药物，他们发了一个誓愿，用传统文化的方法把这个孩子治好，哎，这就是好药啊。将来有一天呢，徐杰老师说，我要领着我的啊，曾经是自闭症患者的儿子，走上世界卫生组织的讲台，给天下2000多万自闭症患者家庭去做汇报啊，哎，告诉给天下那些啊家里有残疾的孩子，精神上有问题的孩子，
他们母子俩要登台给他们做汇报啊，告诉他们人不会做了啊，你孩子就有灾难了啊。根本的症结啊是在父母身上，哎，是在那个种子身上啊。所以如果有那么一天到来，这个家庭这母子俩就把那2000多万残疾的家庭啊给拯救了，所以我们感恩他们，也祝福他们，愿孩子啊早日康复。谢谢，谢谢大家。